啊，你好，我们收到的是 sample，这个是FIS 台湾叫 GT86。然后我们比较有问题的是，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灯泡呢，外面有写 size 是 D4S，然后我们是用 D4S 的灯泡呢，还是其他灯泡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呢没有 connect 去接那个灯泡。然后也没有看到ballast 的放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家有疑惑的地方。然后第二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按钮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作用是什么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秀一个那个灯的反应。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 light bar 会亮，哦。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signal light 也会亮，但是当 LED 上面这 connector 接上去之后，会变成闪烁的状况，所以我们想要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？好，谢谢。